这是我的封称它为拥抱过后的余温。哎，我这三十分钟了吧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有。哇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想要知道我的味道吗？然后就是这样，这样。好香啊！你也蛮贼吼，你还顺势这样看下去。欢迎嘉。哇，林嘉来了。林吉胖哦，林香哦，你是什么香水专柜销售员？哇哦，太刚好了吧？对，我之前因为我蛮喜欢香水的，然后我之前就是有做过销售员，在专柜上班过。是，那你现在很多服装厂商都喜欢找你啊？因为我就之后就想要就是看起来时尚一点，就转那个穿的比较时尚。今天穿很时尚啊。干嘛？干嘛？没有自信啊！对啊，有啦有啦，这样很 OK 啊，时尚很好，对，你看我三千的，哎，大哥已经喊三千了，对啊，你走在时代的尖端，很棒啊！哦，这个是自己这么流行，会不会很累？哦，不会啦，因为你每天都要去想说每天要穿，还要每天化妆出门，特别去拍穿搭，对不对？很麻烦，还蛮累的。你在香水专柜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很多那种人去追求你，为了你。买大量的香水泼洒自己，也没有到泼洒，但是有一个客人就是蛮喜欢我的，然后就是在那边一直跟我聊天，然后后来就说，哦，他最近刚开咖啡厅，然后他缺老板娘。哇，直接走对，有没有咖啡厅啊？这个把一个胶囊咖啡机就说开咖啡厅，不是因为这种把法很老派。对啊，没有，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哇，蛮重的，你买的重了。就是有一点觉得开心。对不起，你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。哇，你们处女座真的好，处处留情啊！哦，没有，真的。那你总有一个你喜欢的模式的男生，你才会比较动心吧？对啊，或是类型。我好像都蛮喜欢，就有点坏的，就都遇到有点坏，特别常遇到有点坏。长坏的可以吗？表姐，叫什么名字？林香。非常香。谢谢。走吧，我们泡温泉吧。这居然说好了，哎，就答应这么坏可哦就可以了，这么好骗。我觉得我蛮单纯，就蛮容易被骗走。但是蠢啊，不是单纯，蠢跟单纯不一样。蠢对。那你有曾经接到情趣用品的业配？对，我有接过那种按摩棒的，但它是长得时尚的按摩棒啊，还有时尚的，就是它颜色是做那种马卡龙色，然后对，可是看不出来是按摩棒，可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接，因为毕竟接了你就要发文，然后我家人看到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对，家人就很害怕，一直带你去吃饭，就是有这么寂寞，点对啦。那今天要来卖什么？我今天要来卖香水。哇，哎呦，超级实用，厉害厉害。可是你这个，因为是你本科哦。本业哦，那你要卖起来要厉害哦，要你们要专业一点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不是就是你要卖给他们，不专业的时候，不专业时候喝的。OK， 来，我今天来介绍这个就是豪华高级香水组合。是，可是我看你好像没扣答，越长可能越扣分哦。哎，不是你真的，刚刚他们叫我这样讲，豪华高级香水组合。好，那我今天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好了，我这个叫做对。黑莓月桂叶，然后呢，它就是每一个香水，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故事。像这个调香师，它的这个香味起源是他小时候的儿时回忆，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帮你拿，帮你拿哦，好，就是童真的味道，然后给大家闻闻看。对，童真的味道，童真闻的时候要怎么闻？对，喷在空气吗？还是你们哦？现在我喷给你们，不是哦，不是闻，喷到你，喷到你，不要给他们闻就好了。好，来，哦，这样子闻。哦，是闻，不是接近，滚回去。我们是寻芳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好干净的味道。落下，我们不要浪费，就不能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。它是清新的，对。有没有一种在森林中，有没有童真的感觉？有有有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穿衣服，然后在森林跑步的仙女的味道，对，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。哦，老师好。有吗？有吗？六岁，回到六岁，童真。还有，我要介绍我今天你们刚刚闻到我这个味道，这
个叫做你的味道，这是我的味道，哦，你的味道，你的味道，那就闻你就好了嘛，那喷干嘛呢？所以我等一下要让你们，就是我要跟你们介绍，我封称它为拥抱过后的余温。竞标，等一下要让你们知道，体验看看什么是拥抱过后的余温。来，对，来，底标500，请出价1500。哎呀，我有多少？我有多少？借我钱呐！啊，2500。你为什么不借我他2500？你都喊掉了啦！你把1500借我，笨蛋，你喊掉啊！3000，5000，哎，5000还是5000还是5000？得标 ，yes， 来，张立东。好了，哎，他刚刚一直怂恿我标第一标嘞，还有第二标哎，你拔啦，你拔啦，不好意思，骂人，不是啦，好，那怎么样试？来来，你们两个体验一下，特别的试香味的那个，我要把你当客人吗？还是你想闻我？你把我当家人是更好的，好，要脸的东西，还是想用闻我的方式？哦哦，啊！还没有，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那不要啊，不要，你们是不是公狗是不是？好香哦，哎，它整个就是费洛蒙，然后整个是，对，哇塞，好，帮你喷，好，哇，拥抱后的余温嘛，有那种感觉，哎呦那个余温，哎呦。差点直接擦了，会有那种恋爱的，那个淡水跟咸水那种，哇，来交汇处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会这样帮客人这样，稍微这样，哎呦，踏起，哇，踏起，这边你可以一路这样上来没关系，哎，所以5000块都没有太多的干扰就对了。对不对？谁叫你不去吃5000？那我留这1500，是我的味道啊，可以喷小罐的给我吗？对啊。哎，1500喷小罐的好不好？这也可以这样，如果男生喷，女生也会想闻。对，女生可以这样，中性的味道。要不要闻我的味道？是这样。5000块这么嚣张啊！太嚣张了！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干扰啊？对啊。拍卖官要说一句公道话，怎么了？对啊，你刚刚这样不敬业，没有是这样有点你要浪漫的。观众看到，你刚把整个捂起来干什么？对呀，来来这样子。请问一下要怎么样吃饭？就是这样嘛，这样子味道嘛，你想要知道我的味道嘛，然后就这样。好香啊！你也蛮贼哦，你还顺势这样看下去。我没有啊，你有喵？没有，真的有喵？没有没有，真的必须要讲，他真的是录影之前。跟我们讲，哎，你们选1、2、3，我要选4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对，他刚刚有啦，真的没有，超级贱。闪电龙后面没有什么，后面没有什么。我个人对香水是比较挑剔的。哦，你们不懂香水啊？那请问什么叫不懂香水？那如果在，就是你去买香水，他这样的介绍给你吗？请问你会购买？我可能会把他的专利买下来。好，来，好难想哦，好突然的考，对对对，然后来，哎，真的是。